二次世界大战，德国纳粹占领欧洲大陆，西方同盟国联军发起史上最大的反击行动。金奖导演史蒂芬·史蒂伯史诗巨作《抢救雷恩大兵》，细腻重现奥马哈海滩的血腥壮烈。God, what is it? Right here! 与战争中的残忍无情。现在，我们带您重返诺曼底。诺曼底登陆70周年，6月6日晚上9点起，国家地理频道。